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。当我尝尽人间冷暖，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，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，哪一个重要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